经的起针方法。这款毯子采用的是锁针起针的方法，将线头在中指上缠绕一周，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重合的位置，取下环形线圈。右手持针，钩针尖朝下。将钩针穿入刚刚起好的环形线圈中，来到水平持针，我们可以看到钩针在前，线在后。逆时针旋转钩针挂线，将这一线圈从环形线圈中勾出。利用食指来调节这个线圈的大小，直至钩针可以在里面自由的滑动。这里我们钩一个锁针进行固定，旋转钩针挂线，将这个线圈勾出，调节线圈的大小，然后收紧线头。调节手势，用中指和拇指捏住钩针下这一针目，这款毯子起针的数目是三个针目乘以花形的个数，再加两针。这里我只演示五个花形的钩边，所以我的起针数目是三个针目乘以五个花形加两针，也就是17针。请看我的演示，旋转钩针挂线，将这个线圈勾出，一个锁针就完成了。继续挂线，勾出，第二个锁针就完成了。三、四、五，这里调节一下钩针的手势，用中指和拇指捏住钩针下这一针目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调节手势。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继续调节。十六、十七，第17个起针就完成了。在这一位置，我们需要标记一个记号扣。每一个锁针就好像一个小辫子一样。在这一个锁针，也就是第17个锁针上面，挑选这个锁针上的两个线圈，标记记号扣。接着，我们来进行第一圈的钩边，第一行的钩边，首先是三个锁针的起立针，二、三，在这一位置继续标记记号扣。同样，选取这一针目上的两个线圈。第一行全部是由长针完成的，我们就来学习一下长针的钩边。旋转钩针挂线，将钩针穿入记号扣左边的这一个针目上的，调选这一个线圈入针，旋转挂线，
将这个线圈勾出。这个时候钩针上就有三个线圈了，继续挂线，将这个线圈依次从钩针上前两个线圈勾出。钩针上只剩下两个线圈了，继续挂线，将这个线圈一次性从两个线圈中勾出。调节线圈的大小，这样一个长针就勾完了。再看一遍，旋转钩针挂线，选取旁边针目的单个线圈入针，继续挂线，勾出，挂线，依次从前两个线圈勾出，挂线，一次性勾出。第二个长针就完成了。选取单个线圈入针，挂线，勾出，挂线，勾出。第三个长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，每一个针目对应的勾一个长针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在最后的一个针目完成一个未完成的长针，然后换线。换线开始，第二行的钩边留出线头，来到钩针的起针手势，挂线，一次性从钩针上勾出。换线就完成了，继续勾三个锁针的起立针，并在这一位置标记记号扣。我们可以取下这里起始的句号扣。翻转织片，这样这个起立针就是第二行起始的第一针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每一个长针针目顶端都会对应一个麦穗形状的针目，而第二圈，也就是叶子部分的钩边，需要每一个花型间隔两个针目。起始位置和结尾的位置间隔一个针目，所以我们空一个针目，也就是
扣下这个针目，来到第二针目，勾一个长针。一个锁针，再一个长针，接着第二个花型空两个针目，在第三针目中完成入针，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再一个长针。第三个花型同样空两个针目，来到第三个针目入针，长针，锁针，长针。第四个花型锁针，长针。然后空两个针目，完成最后一个花型锁针。最后一个花型是扣一个针目，也就是在记号扣标记的位置只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，挑选这个锁针上的两个线圈入针，挂线，勾出，挂线，依次从钩针上前两个线圈勾出，一个未完成的长针就勾好了。然后来到起针的手势，在这里旋转挂线，勾出，继续三个锁针的起针，并在这一位置标记一颗记号扣。翻转制片，勾一个锁针作为花朵和边的间隔。第三行，也就是花朵部分，是由四个长针并一针的枣形针完成的。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四个长针并一针的枣形针。旋转钩针挂线，在这个叶子的缝隙当中入针，继续挂线，勾出，旋转挂线，勾出前两个线圈，得到一个未完成的长针。就用这样的方法一共勾编四个未完成的长针，挂线，勾出前两个线圈，第二个未完成的长针，第三个，第四个，然后挂线，将这个线圈一次性从钩针上原有的五个线圈勾出。四个长针就并做了一针，在这里勾两个锁针作为花朵和花朵之间的间隔，来到第二个花朵的位置，旋转挂线，勾四个未完成的长针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然后
一次性合并，继续勾两个锁针作为间隔，来到第三个花朵，同样的四个未完成的长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次性勾出，合并，勾两个锁针，来到第四个花型，一、二。三、四，合并两个锁针，在第五个花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合并，这里只勾一个锁针作为间隔，然后在记号扣的位置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，结束这一行的勾边，旋转钩针挂线，挑起两个线圈入针，换线，换回第一行需要的剩下的这个线头，旋转挂线，勾出。这里留的线头不要太紧，不然毯子会变形。然后勾三个锁针的起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标记记号扣。翻转织片，让这个起立的锁针变成右手边第一个针。在这个长针和花朵的缝隙中勾一个长针，接着在两朵花朵中的缝隙中入针，勾三个长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来到下一缝隙，同样勾三个长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是下一个缝隙，一、二、三，旁边的最后一个缝隙，一、二、三。最后的一个花朵，我们找到这个针目入针，在这里勾一个长针，然后在花朵与起立针的缝隙中勾一个长针，在记号扣标记的这一位置继续勾一个长针，因为下一行不需要换色，所以我们勾完一个完整的长针，就进行